而推广国内的国产优质鸡蛋，要传达健康养生的概念，宣传嘉年华园游会的活动以友善饲养环境、产销履历，还有竹蛋喷印为主题，设计了多元舞台游戏和闯关的活动，并且邀请网红到各个摊位来介绍，让更多民众可以认识国产的鸡蛋如何层层把关生产，还有美味营养的多元优点。我的家人。